咱感谢主，今仔日搁再是主日，咱搁买一摆三甲聚集来敬拜主。你伫厝内，别人也伫厝内，伫礼堂的人也伫这个所在，大家同心分散所在，心灵只那一个三甲来敬拜主。所以现在那是方便的话，无论你是伫礼堂，还是伫厝内，请你站起来好无？咱要三甲来做一个选调。听主的话语，当时呢，咱要三甲来祈祷。圣经里面有一段话，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求你恩待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我要投靠伫你的十国的阴下，直到灾害过去。我要用至高的上帝呼求，就是用迄个为我成就伊旨意的上帝来呼求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颂你，在万族中间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伟大，广及诸天，你的信实上达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被尊崇，广及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Be merciful to me, O God, be merciful to me.For in you my soul takes refuge.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 I will take refuge till the storms of destruction pass by. I cry out to God Most High, to God who fulfills His purpose for me. I will give thanks to you, O Lord, among the peoples. I will sing praises to you among the nations.For your steadfast love is great to the heavens, your faithfulness to the cloud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咱来三甲祈祷。阮亲爱的主，今仔早起，阮听见这几句诗篇里面，呼叫阮阿罗，高举你名的话时阵。阮心灵就得到安慰，阁得到勇气。虽然今仔日阮徛起的环境，带予阮真侪不便，阁予阮真侪烦恼，有时阵阁予阮一寡会惊吓。不但为着家己惊吓，为着阮所疼的人也惊吓，为着阮所徛起的所在也惊吓。总是你甲阮讲，主啊，阮要高举你，阮要避伫你的十国的下面。既然主的话语今仔早起安尼的甲阮讲，阮就顺服听探主的话，走去到主的十国下面，互主家己来保守阮，互主家己来保护阮。今仔早起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但愿主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，但愿主的百姓伫敬拜内面重新得到力量。得到影响，得到信心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现在请坐，咱要吟头一首的诗，叫做《求主施大恩》。咱这个时代真需要主的恩典，真需要主恩待咱。咱选调的诗歌讲恩待，这首诗搁再讲施大恩。咱来三甲吟。我心有温情
感谢主，是的，求主施恩给你，求主也施恩给我，求主施恩给咱每一个人。第二首诗是讲到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咱来参加吟这首敬拜纪念上帝信实，真正水的一首诗。我的心安静。在你面前，我的灵天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。在你面前，我的灵天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睭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穿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石板，有你引穿，我拢总免惊。你永远袂放弃我，用我一生予你的一滴声。我的心安静，在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。在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睭，我心所听，我拢家己予你引穿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光，有你引穿。我拢总免惊，你的手轻轻。
现在是教牧祷告的时间，请咱大家人三合阿头，咱要三合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今仔日聚集伫圣所，因为是主日，是分别为圣的日子。阮是你的百姓，所以每一摆主日来到，阮就想起迄、那个为阮对死来国话。永远活着的救主耶稣，阮每一摆到伫圣殿三合聚集，三更的时阵，阮拢真正喜乐。阮有机会三合坐落来，吟诗祈祷、敬拜主的时，阮心灵搁较欢喜。总是现在主你临面，外面有疫情，互阮袂方便出门，互阮逐个人待伫厝内。总是主你为阮安排的，是教育阮用的。阮虽然无可能到阮喜堂的大礼拜堂内面，阮也是动心。虽然身躯分散，心灵只那一个，你阁予阮有可能伫线顶面敬拜 online worship， 予阮的厝内煞真侪敬拜的所在，真侪圣殿。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，求主你祝福阮每一个人的厝内，阮的家，祝福厝内每一个人，大家拢平安，大家身躯拢勇健，无唔好，健康。求主也保守阮真侪兄弟姊妹，虽然伫这个不安的时阵，也是着阁出门去办代志。求主保守阮大家人，着出门的。平平安安的出，也平平安安的到来，健康的出去，也健康的到来。如果有一群人经济情况无好，因为有真侪人无通工作，有真侪生理无可能照平常安尼去做，比较互阮真侪烦恼，互阮真侪担担。甚至予阮真大的压力，求主帮助阮，有可能倚靠主耶稣，得胜过一切。主，阮要学习使徒保罗所讲：你想输的若做，我通享受，我感谢；你想输的若少，我也有通用，我也感谢。因为我靠着迄个予我力量的，凡事拢有法。求主帮助阮掠着这个应允。讲阮若靠着你，你予阮力量，阮凡事拢会。求主帮助，怀拄着生理艰苦、工作艰苦的人伫阮中间，求主为因开路，为因开门，赏赐因属天的智慧，知影要怎啊办代志，知影要怎啊做决定。求主你也保守阮阮希堂大家庭，阮对主领受的真丰富。所以，阮也爱将主的恩典分予别人。求主你保守阮在动工，阮搬车物件去有需要的人的所在时，求主你甲阮同行，互阮不但带着食物甲日用品，互阮也带着耶稣基督听世间人的信息，也带着福音的材料，互在人会通伫身躯得到满足。心灵也得到氧气。今仔日，阮也通敬拜你，这也是阮的福分。愿主你家己看顾，阮阮希堂大家庭每一个，也使用阮的教会，继续为主发光。感谢主，你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今仔日的经文是出现伫《创世纪》第十五章，对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咱过去有看到这个雅各的生平。啊，今仔日要讲到雅各的阿公啊，因阿公就是阿伯略罕个，
阿伯勒罕以前唔是名字阿伯勒罕，伊个名是阿伯兰。咱来三甲看这段经文。即在代志以后，耶和华的话伫异象中入到阿伯兰，讲：阿伯兰啊，你唔通惊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的赏赐真大。阿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我一向拢无惊啊！你也通赏赐予我什么呀？这样啊，承受我家业的哦，就是大马苏略人以利以下了啦。阿伯兰国讲：你既然无予我后裔，迄、那个生伫我厝内的，就是我的继承人咯。耶和华的话，佫临到阿伯兰讲：这个人必袂会做你的继承人，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。对安尼，带伊到外面去讲：你仰天观看，所点精神，看你有法能算得清楚无？佮对伊讲：你的后裔将来就是这样会正做啦。阿伯兰信耶和华。耶和华就以这个算作伊的义了。耶和华就以阿伯兰的这个信算作是伊的义了。今仔日咱要三甲来看信心一关的考验。你若看这段的经文内面有几个考验，阿伯兰拄到，咱也捌拄到。头先上帝讲：阿伯兰，你唔通惊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的赏赐真大。头一项是咩呢？惊。阿伯兰，你唔通惊。第二，阿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我一向拢无惊，你也会赐什么给我呢？阿伯兰讲：我无惊，我真可怜啊，大家叫惊。只那我无啊，这是第二项。第三是咩呢？阿伯兰讲承受我家业的哦，就是这个大马苏略人以利以下了啦。伊是我的奴才啊，伊是我的工人啊，我第爱的奴才，我第疼的工人。啊，上帝，你既然都无予我后裔讲，啊，迄、那个生伫我家内的讲哦，啊，就是这个以利以下讲。就是我的继承人啊，这是第三项。这三项是什么呢？头一项上帝讲阿伯兰，你免惊。第二阿伯兰讲，唔过我无惊。第三阿伯兰讲，总是无惊，也有一个办法呐。迄、那个继承人讲，我的属世所咯，就是我第听的这个奴隶啊，这个奴隶我信任。我交代的代志，伊拢做啊也好切。我第欢喜的就是这个，啊都无家己的囝个，啊将这个当做家己的人，当做家己的囝了啦。这三项是什么物件呢？头一项当然就是惊吓。咱大家人捌面对惊吓，对细汉的时阵就捌会晓惊咯。伫公共所在，甲爸爸妈妈出去，忽然间看无爸爸妈妈，咱着惊。唔知要怎啊躲去，找无人，咱会惊哦。啊，咱有时阵伫一寡较不安全的所在，哦啊，经过的时爱惊吓。有时咱拄着一寡危险的代志，咱嘛是会惊吓。惊吓真侪时阵呢，予人的信心摇动。当以色列民伫战场的时阵，这个对方派一个因的勇士来啊。九尺六寸，特别十尺咯。这个人名叫高利亚，伊讲恁谁啊敢出来跟我拍啊？哇！圣经讲这个以色列营内面哦，大家大出啊，大家大惊啊，煞唔敢出来。是的，有时阵咱唔敢行信心的道路，是干哪只啊？惊吓。第二是啥物呢？上帝讲，你的赏赐真大哦。阿伯兰讲，啥物赏赐大？你阁怎啊害我哦？我无惊，我若无伫咧，逐项无去咯，互别人摕去，你害我都无意思啊！啊，我免若是有一个惊，
这个囝就是当作是我了，讲因为是对我甲文坎秋会生出来呀，啊，所以你给我的物件，我搁传予伊啊，啊，伊做我的继承人，你想说安尼唔则有意义，较袂给我了哦，啊，我这代过去，煞达项无去啊，我到底无惊，你搁要给我什么啊？可能阿伯兰甲伊的太太基督啊也侪年咯，哦，还有一个惊，总是无惊。主啊，你每项要给我，不免啦，你给我惊就会做啦。不过我就是在无惊，这是什么啊？伊在甲上帝解释啊，讲我无讲感谢主啊，你要赏赐给我真大，不是讲我怀疑啊，是讲有一个道理讲未清啊。你若每项会做给我哦，其实你只要给我一项就会做啦，不免每项啦，你给我一个惊。你都无好个，阿伯拉罕有一个真正好个理由啊。Abraham was reasoning with God, that was his reason. He can give me everything, it's meaningless. After I'm gone, others will take it. But if you give me a child, a son, then he is like me, Junior. He continues my heritage, and I will pass it on to him. And then, what you give me will stay in this house.主啊，你无给我是会惊，这是阿伯拉罕的理由。第三是甚物呢？阿伯拉罕讲，虽然无惊，总是我有一个办法啦。什么办法啦？我只有一个奴才，这个奴才哦，我真看重，伊啊对我真好，哦，啊我啊真照顾伊，哦，啊将伊当作惊了啦。下摆我载物件拢总好伊讲，伊都袂歹啊。阿伯拉罕讲啥？讲惊哦，都无啊！你伫讲惊，我伫讲惊，拢无意思啊！咱讲一项无的物件哦，都袂全变有啊！我全讲我有的了啦，我有的是啥？就是这个将我当作咱爸爸的奴才，我将伊当作咱惊的这个以礼以下啦。阿伯拉罕是讲啥物呢？咱就看事实呐。怀有的则讲啦，怀无的哦，免讲啊。三个考验：惊吓、理由、事实，搁有第四项。第四项是啥物呢？几年后，上帝搁向阿伯兰显现。上帝甲阿伯兰讲：“我要予你真侪惊。”圣经讲阿伯兰伫创世纪十七章哦，阿全趴落去伫涂骹顶面。啊，煞笑起来了，哦，开始笑。伊心内讲：杀业啊，阮某啊，已经九十岁了啊，要怎啊会阁生育啊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九十岁的人要怎啊有法能生囝？那四十岁生囝，阁做真厉害、真伟大咯。那四十五岁生囝，大家讲迄个是神力咯。我这个某是四十五，阁加四十五是九十岁啊！哪有可能啊？唔捌有一个人安尼啊，九十岁生囝，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第四个对信心发出挑战的考验，经历。咱有时阵无可能相信，因为过去的经历甲咱讲，代志发生都唔是安尼啊，迄是无可能的啊。哦，咱有真侪朋友去找医生，医生讲你剩无几个月通活咯。啊，总是呢，上帝惊神力啊！哦，落尾阁活啊真侪年哦，有种个见证讲袂了啊，真正做，无论是伫菲律宾，无论是伫台湾，无论是咱啊伫即个北美、加拿大啊、澳洲，拢有即款个见证。医生讲无可能啊，阮医即款个病，医也侪摆咯。啊，总是呢，上帝有法力，经历有时阵。让我们的信心摇动，说上帝应该无法啦，啊，过去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哦，这四项的考验，这四项是什么呢？惊吓是什么啊？惊吓让我们不敢顶动，惊吓有时候让我们不敢进，刷倒退，我们看一张真惊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普通会惊倒退，有时候手先扣过来一下啊，顶身先退一道，退一道嘛。啊，到过啊惊哦，连脚衰顶动，咱人会走啊。是的，当阿东阿花
得罪上帝以后，听见主的脚步声咯，真惊，啊就怎啊，赶紧走去避。以前听见脚步声是真欢喜啊，主国要来咯，咱国要甲伊交谈咯，是真甜蜜一段时间啊，真欢喜的团契啊。总是即摆讲唔通哦，惊死，咱得罪伊啊，伊叫咱创的，咱忙做，啊咱已经做了咯，赶紧走去避哦，唔忙伊唔知，走去避。惊吓是安尼，当人体的时阵，就无可能伫属灵的家庭内面往上进啊，无进哦，啊就是退步哦。啊，理由是啥物呢？啊，理由咱大家知影哦。咱大家真够想，大家读册，大家看科学、看哲学、看真侪材料哦。啊，有时阵呢，即在哲学家的理由、科学家的道理。和咱的信心哦，咱就去围起来，咱就无可能向前进。求主怜悯帮助咱。搁有第三项，第三项是啥物呢？就是事实呢。伫咱面前的代志就是安尼哦，都只那五块饼，只那两尾鱼啊，因人是几落千人啊，哪有法力啊？总是主啊，就只那安尼。这个叫做事实，咱也做时阵都是面对事实，钱都只能遐尼做啊，哪有法力？咱都只能这几个人啊，哪有法力？失望，这个是信心另外一个考验。搁有第四是啥物呢？经验，经验真宝贵。咱公司咧找人啊，计爱找有经验的人，无人爱迄款讲无经验的。你职位愈高呀？伊要求的经验愈多啊，因为干那子啊，职位关是讲伊做嘅工作重要啊，伊嘅责任较重啊，所以呢，要较侪经验，较侪经验，经验是一个真正好嘅先生。总是有时阵，经验会让咱干那子啊，无信心呢，因为经验，是我嘅经验，是你嘅经验，是伊嘅经验，拢甲咱讲，代志无法力啊。四款的考验要怎样呢？惊吓是伫内面，咱惊吓是伫外面，总是迄个惊是伫遮。有个人看到吓伊唔惊，伊会晓拍吓；有个人看到贼伊唔惊，因为伊是咧掠贼的。我看到贼我会惊，因为我袂晓对贼，袂晓甲伊拍。惊是伫内面，这是情感。理由是咩呢？理由是伫这点，所以你有看到无？情感是心啊，理由呢是脑啊。也侪时阵，咱的心甲咱的脑伫咧对战。脑讲这个人哦，都无下做阮某啊。不过这个心讲，不过我也爱伊，这个冲突是无？有时阵咱的脑讲，这个生理做起来，咱就。袂好啊！总是咱的心讲，唔过会赚大钱呢。万一那好势咧，也侪时阵，咱内面有这款的挣扎，会影响咱的信心。除了这两项伫内面的挣扎咧，也有外面的代志。事实是啥物呢？就是咱目睭面前的物件叫做事实呐。钱真系现在啊，无可能起现大间的礼拜堂呐。经历甲咱讲啥物呢？经历你也不经历到，我也不经历到，这个数字哦，真实跟那个工程不对啊，这个叫做经历啊。所以除了咱内面这个情感跟咱的理性在冲突啊，咱也侪时阵受现在的事实跟过去的经验的影响，这四项的物件，拢是会考验人的信心。这四项的物件是什么呢？两项是伫内面，两项是伫外面，亲像把咱包围咧啊！那脱离外面的哦，内面的也伫咧。咱唔爱面对内面的，外面走袂闪力，是的。信心面对这款的考验，咱来看上帝怎样来处理这四个考验。你看哦，头一项啊，上帝怎样做呢？伊讲阿伯兰讲，你免惊，因为干那子，
因为我是你的盾牌，接头一行就是讲你免惊啦，干哪啊？你都有我啊！哦，啊，第二是咩呢？上帝讲你亲生的，则会做你的继承人。这是该讲什么呢？你讲你无惊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有亲生惊啦，是讲现在也无咧啦。哦，第三是咩呢？上帝带亚伯兰到外面去。伊讲你五天观看哦，生遐尼侪，你算哦，看算会清楚袂？我甲你讲，以后你的后裔呢，就要亲像因遮尼精侪了。上帝讲阿伯兰讲什么啊？你讲要和这个奴隶来做你的继承人哦？我甲你讲，唔是哦，下摆你的囝是真侪啊，真侪。意思什么啊？意思有第二代啦，意思搁有第三代啦，以后是搁有第四代、第五，一直落去啊。这是讲什么啊？有罪。阿伯兰讲无，连一个说无，免讲罪。主讲有哦，也罪哦，也罪哦，将来也罪哦。第四，上帝甲阿伯兰讲，你的某啊，撒勒，真实要甲你生一个囝，啊，你就该起名叫做以撒，就是下年的这个时阵，撒勒要甲你生的。阿伯兰讲。我无九十岁了啊，也老了啊，无法力了啊。上帝讲安尼啊，我甲你讲有法啊。下年嘅囡仔你要生啊，啊下年就比今年佫较老，是哦。上帝佮讲有啊，下年只个囝就要出世。阿伯勒罕面对惊吓，阿伯勒罕面对理由，阿伯勒罕面对事实，阿伯勒罕面对经验。上帝一句一句该回答，怎样回答吧？你免惊啊，你有我啊！我有你，总是问题也未走咧啊！是啊，上帝讲是啊，问题也未走咧，总是有我。阿伯兰讲我无惊啊，上帝讲无，你有惊啊？阿伯兰讲无惊，无别的办法，都是用这个努力咯。上帝讲唔是一个惊，真侪惊啊！阿伯兰讲九十岁人未生惊。上帝讲下年会生啊！你有看到上帝怎样处理之外这四项的代志无？上帝保证，上帝应允你亲生的囝，唔是这个买来的这个。事实怎样？上帝讲无，以后是真多。阿伯兰讲老太太未生囝，上帝讲下年才是会生哦。生一个囝，你都改名做以撒哦。英文，你在上帝怎样面对信心的挑战无？上帝保证，上帝应允，上帝搁在应允，上帝搁在应允，失败。圣经讲阿伯兰信耶和华，伊相信主所讲的话。上帝就以这个算作是伊的义，你有看到无？上帝喜悦咱相信伊，这是上帝要的。当阿伯兰相信的时啊，看事实是无可能，看经验是无可能。阿伯兰讲主啊，既然你讲我，阿无我信咯。伊信的时阵呢，圣经讲上帝讲这是义人。什么是义人啊？义人是讲我。伊的行为伫上帝面前 OK， 上帝看做义是对的。什么是对的啊？信上帝是对的。你若该搬过来，这个话真惊人呢。什么是唔对的啊？唔信上帝，迄个叫做不义。义是信，不信是不义。哇，很惊人啊！是啊。人对上帝一个最大的反抗就是不信，唔信伊。哦，总是上帝喜悦，咱相信伊。所以当阿伯兰相信的时啊，就转怎啊？转达行好势啊！上帝讲，我将你当作是义人啊，因为你的行为，你反映我，打骂是对的啊。义是迄个意思。哦，啊，求主帮助咱。和咱愿意伫主面前采取这个义的行为，就是相信，相信伊。伫圣经内面，甲咱讲信心，甲咱的灵命有真密切的关系。
你若看罗马书讲到什么呢？什么拯救人啊？是信，拯救人的信。到底加略太书的时阵，保罗讲是这个信啊，让咱得到自由啊，让咱得到释放。到底帖撒罗尼加上下书的时阵，甲咱讲这个信会让咱成圣，咱追求圣洁。到底希伯来书甲咱讲这个信呢？是坚持到底，唔放失上帝，求着主的手的信。到底雅各书雅各甲咱讲什么呢？这个信啊，这个上帝所喜悦的信心呢，是发出行为的信心。到底这个啊，这个约翰第一书的时阵，甲咱讲，咱这个信是什么呢？这个信是圣洁世界的信。伊讲什么的圣洁这个世界啊？就是咱的信。你若看哦，这几纸个，有的是红色，有的是蓝色个，你有看到无？头两纸是红的啊。拯救人是什么啊？信心。叫人伫基督内面得到自由是什么啊？信心。只个人讲，咱的灵命的出发点哦，是信心。咱开始唔认捌主，咱后来认捌主，咱相信伊，咱得到拯救，咱得到逃亡，这个叫做。灵命的起点是信。你若看罗马的约翰的第一书信，佮后来启示录讲迄个得胜者、得胜者、得胜者，怎啊得胜啊？是伊的信。这是讲到信心经过挣扎，到底最后有可能得胜，因为迄个信心也伫咧。这就是讲灵命的终点呢，就是信心。啊，中迄三座咧，蓝色的是讲到什么啊？让人真相，还要坚持到路边，还要有好行为出来，这是讲到什么？就是讲到头和尾中央了，就是讲到整个的家庭。我们整个的灵命的基础， Foundation of spiritual life, the start, the end, the process or the journey, 整个是建立在信心顶面。因为这样每一个基督徒就大大出力培养伊家己的信心，我靠主的话语，我靠圣灵的帮助，我靠教会兄弟姊妹三个学习彼此鼓励、团结敬拜的生活，来加强咱的信。因为信心是咱的信仰、咱的灵命的起点，也是终点，也是家庭。无论怎样，无可能脱离这个信，的确。要有信。第二项是什么呢？第二项是讲到阿伯勒罕惊吓的时啊，主该讲你有我。阿伯勒罕讲出伊的理由的时阵，讲拢我一个惊都无啊。上帝讲无，唔是破的哦，唔是买的哦，是亲生的惊才算业哦。上帝该应允。阿伯勒罕事实上哦，真是无办法了啦。啊，我阵叫这个我的奴隶哦来做继承人，上帝讲无。你不是只有一个惊，后来你是很多惊，算不了的。阿伯就说，我母也做那个，我也做那个，哪有可能再生惊？上帝说，下年等你比今年更加老，我才让你生惊，生给你看。哦，所以这样，真实后来经过一年以上出世，上帝应允，再应允，再应允，上帝保证，上帝拢总是用讲的。这个跟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明白什么是信心。信心是相信主的话，主若给你话语，你就信；主若无给你话语，你讲我凭信心家去冲，迄个唔是咧信，迄个是乱信。无话也要冲，什么是上帝有话，咱个唔冲，迄个叫做不信。所以咱唔爱迄个假信，上帝无讲，家己讲我信。啊，咱若无要做迄个不信，上帝有讲，咱阁唔信，咱要什么啊？真信，真信是啥物呢？相信主的话，上帝怎啊处理阿伯勒罕的惊吓？处理伊的理由，处理伊的事实，处理伊的经历，讲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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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我啊？伊是咧讲话啊？啊无，下摆有惊哦？伊是咧讲话啊？惊阁真多哦。他也是在说话，下年哦，真是会生，他也是在说话。上帝的话是可靠的，因为这样哦，信上帝的人是愈来愈信愈深，
唔捌经历着上帝话语嘅真实嘅人，愈信哦，愈错，愈信愈摇啊，愈信愈退啊，总是真信嘅人会看见上帝话语是可靠嘅，是真实的，是宝贵的。你有愿意无，朋友？你求主加强你的信心，和你相信主的话。当主将伊的话语和你的时，咱唔是乱信，咱唔是不信，咱也唔是假信，咱是怎啊？真信，真正的信，有一个对象。Faith has an object， 什么对象呢 ？The Word of God， 上帝的话。是咱所信的，求主帮助咱。伫即摆，大家无真侪时间出门，无真侪外面的代志要去做的时，互咱伫厝内好好的灵修，好好的坚固栽培咱的信心。求主帮助咱，真信就是相信主的话语。咱现在要三个来吟，咱的回应是。就是救主耶稣，我立志永远不跟随你。真正水的一首诗，咱三个来吟，对心里面吟出来。三甲做一个奉献的祈祷，以后咱便主祷文啊，三甲来祈祷啊，请咱大家起立，无论你是伫厝内，还是伫啊这个礼拜堂内面，请咱三甲站起来，咱来三甲祈祷。阮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俄罗斯，你让阮今仔日有法能来敬拜你。阮感谢主，阮立志要跟地主，一生跟地主无退后。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。我们知道说信心不是一直找理由的，信心是要听上帝的话语。当主说得清楚，我们就信得清楚。当主没说的时
阮就清楚讲，阮是着听候。阮感谢主，互阮有阿伯兰这款的信心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通称作是义的人，毋是因为讲阮真敖做人，还是真大做好，乃是讲阮所发出的信心是主所喜悦的信心。现在咱大家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：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日用的米粮，今仔日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。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。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们，现在咱三个来领受主的恩福。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待在你的心里面。但愿圣父上帝保守你，以日暝拢无独眠无爱困，让你出入拢平安健康无代志。感谢主赐给圣灵待在阮的心灵里面，求主让阮听探圣灵的声音，坚固相信主的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通请坐吼。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个所在，咱下礼拜原在是这个时间，三甲来敬拜主，愿主保守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赏赐你坚固的信心，平安的脚步，再见。